door. Neighbors singing tales of yore. It's so close, hardly can wait. Waking up on Christmas, children dreaming without a care. 'Tis the season most everywhere. So come home, there's no better place. Waking up on Christmas Day. 下周不是圣诞节吗？我们还没有开始买圣诞礼物。昨天又去一家叫做 The Warren Market 的地方，还挺酷的。它有点点像全美连锁那种 Home Goods， 但它里面的东西好像都是那种世界各地的吧。我们当时看中了两个碗，昨天也把它收了，是这样的一个碗。我们家现在特别缺一个这样的大碗，可以吃面，看着就很爽。它颜色还有点点不一样。风铃又响了，吊着的小盆栽还是一个假的，因为我想说吊在后院这边，如果是一盆活的话，我总是要去给它浇水啊，还要爬上去拿下来，很不方便。看这个造型我也是很喜欢，它是那种垂下来的树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金色的浇水小壶，之前我们那个壶真的是太丑了，就是一个绿色的，没有美感。如果现在拿着金色的小壶给我家后院的花花浇水，它拿起来把柄啊，质感都挺好。我在那里看到有专门做 Martini 酒的这种橄榄，送给爱喝酒爱喝调酒的朋友，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然后这个杯子是不是特别可爱，又很圆润的这个小猫猫，最重点是里面还有一只小黑猫，这个当礼物拿到的人应该会很幸福吧，就很可爱，很被治愈，每天看着这个可爱的小猫猫。之后我还买了一个这种柠檬香味的小蜡烛，这个真的太好闻了，它就是 fresh lemon 的味道，旁边还有吊着两个小柠檬。我觉得蜡烛这种东西就是谁都可以送，如果选礼物不知道送什么的话，蜡烛绝对是每家都必备，对家里多一个这样的东西都会提升一些幸福感。这一次的圣诞礼物中我就准备了好几个蜡烛，这个是 blackberry and sage 的味道，也很好闻。还有一样大东西没有拿过来，一棵圣诞树的封顶，这个大星星，这种的话就是谁家圣诞树没有这个封顶，送一个，多好看，这是一个双面。OK， 我现在开始把这些东西全部打包起来，有些是我自己的东西，然后送人呢，我打算把它给包起来。出去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套超级可爱的烤盘，它是圣诞风格，可以做小饼干，像姜饼人啊，圣诞树的形状，还有配了一个 spatula， 也是这种圣诞风格的。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拿它来做一下饼干，其实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怎么做饼干，但是我听说饼干已经是甜品中比较简单的了。然后我还买了一些那种装饼干的小袋子，还挺好看的，都是这种圣诞红红绿绿的风格。哎，等会做完可以装到这里面。我发现做甜品就是有一点，它有各种各样的刻度，你就需要把它写好，先 prepare 在旁边，不然等会你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我发现如果你手上脏脏的，有些时候老是弄电脑很不方便嘛。哎呦， OK， 好吧，希望我的饼干制作过程顺利，不要翻车。
菜，我现在把它包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很有圣诞气氛。到时候来一个人送一个。来尝尝我的饼干好不好吃？你选一个，哎，你要选什么形状的？我选那个。好，好吃吗？是不是不太像饼干的饼干？二哥，你的牛奶味比较香。我没有怎么放牛奶，说实话，牛奶只占五颗。那这怎么东西？牛油。牛油超级香啊！我第一次做还失败了，牛油被我弄得一块一块的，超级恶心。它好像里面说是要用那种糖粉，但是我用的是白砂糖嘛，可能就导致它那个蛋液放下去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化开。第二次我就学聪明了一点，我把蛋液就没有加了。尝一下吧。其实我觉得还比较像蓝罐曲奇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对吧？嗯，比较 dense。但如果下次我做，肯定还是会买低筋面粉。好，挺好吃，还可以哦。嗯，今天休斯顿真的是太冷了，零下负九度，我的花昨晚在外面放了一晚，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早上拿进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全部冻成冰，现在化的差不多了，我感觉它也没办法活了，好难过。本来这个花是养了挺久的，养了大概有十天吧，玫瑰十天都没有谢。现在负一度还能接受吗？比早上好一些。嘿嘿，我终于拥有了我的全身镜，太好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拍全身了。我们现在要准备出门了，我真的把我科州的所有装备拿过来，没有想到在休斯顿都能用得上。走吧，这样出门绝对不冷，给你看我穿的超级厚。真的吗？对啊，帽子都戴上了。哇、哦！哇！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很冷啊？啊！等等我。Thank you. Get back. Snow is falling and the cold wind is blowing hard. I'm locked inside tonight, but my heart is somewhere else. I'm thinking of you, babe, and all your crazy ways. I miss you more. 我们家最近有超级多石榴，打算来打一个石榴汁。You know you're my everything, the only present I want. And oh, I give to be with you under the mistletoe. Merry Christmas. 哇塞，这个颜色太好看了，好圣诞呀。还没有到一杯一个石榴。挺好喝的，就是它那个籽和果肉有点分离，所以说你不吃石榴籽的话会有点难受。它那个籽没有打碎，我应该觉得还要多打一下。超适合圣诞的饮料，又健康又好看。看我们现在准备圣诞大餐，这个 prime rib。我这有三根，我只能搞两根。两根是烤的，然后一根弄是素的。哇。有点帅，差不多够。OK， 放冰箱，进冰箱。你闻一下这牛奶是不是臭的？它已经过了保质期了。哦，是不是？哦，以后 Costco 牛奶简直不能买，太大一桶了，然后保质期又特别短。一会儿到十分钟，差不多了。
超级强迫症患者一定要拿五个一样的夹子。OK， 可以了。Merry Christmas！ 我们今天跟家里人一起来庆祝圣诞节，准备做一个圣诞大餐。我们俩都已经在家里 prep 好了，腌了三种排骨，然后打算做一个 sous vide 的 prime rib。现在就在静置这个 prime rib 中，然后今天还有拆礼物环节，好兴奋，很期待哦。你看这个光线是巨好，能看出来吗？哇哦，哇哦！今天我们的 outfit 看一看，我的是一个红色的围巾，因为我找不到红色的毛衣了。然后 K 哥穿的是什么？你这个红跟我这个红一样，我是圣诞红，你这个是？我这个是梅子红。这么多人的 party 不要翻车了。嗯，哇哦，成功成功。哇，这个零失败。The pecan pecan Thank you so much. Oh my god. 这我们昨天收到的一个超级实用的礼物，我现在想研究一下怎么把它装上去。我们收到这个是第八代的，我们这个之前的是比较落后一点的。哇塞，这个屏幕真的是大很多耶。这个是我们新的 Alexa， 这个是我们旧的，大了一倍，太棒了。I'm excited to show you a few things that you may not have tried yet. Let's get started. I can translate words and phrases for you. Try saying, how do you say happy birthday in Spanish? Alexa, how do you say happy birthday in Spanish? Happy birthday in Spanish is Feliz cumpleaños. Feliz cumpleaños. Great. 现在这个屏幕够大了，所以它放照片就特别的好看。就会觉得有一种展示的感觉。最近 holidays 家里有很多的 leftover， 我们今天打算把家里的 leftover 给用了，做一个披萨。之前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剩了很多这种 ham， 还有一点点 pineapple， 我就来做一个 Hawaiian 的。去超市买了一些做披萨的东西，给我看一下这个。这已经是弄好的那种豆了，很 easy。太棒了，我们都不用自己手做这种。我们另外一个想做 meat lover， 就是全部铺肉。Super meat。Super meat 吗？很好。买了一个这种 pepperoni， 可以放在披萨上面的也是。哦，我们这是 deluxe 版的，我觉得外面不会给我们这么多原材料。Easy open resealable。你先烤一个吧，然后再烤第二个，怎么样？可以。哦，这个面皮差一点点破。尝自己做的披萨。cheese。Oh my god， 太好吃了。你这个是你喜
对，我就觉得没有菠萝的好吃。OK， 我们吃饭了。